腊哈妈了村是基督教村，教堂里常有圣歌传唱，是村民聚集的重要场所。这一次村长带头号召大家，邀约村民响应佛教团体慈济所推动的一人一善活动。在文家的用几家的都多年来没得谁说的，刘丹西的说的，我来就弄下来，他心里头不都这样的呢。村长本身也是基督教徒，在10月13号参与说明会，认同更是感动。这场活动有14个村庄的村长参与，村长乌来屯培更是一口气要承担12个村庄的推广。我如果我们来说的，节约要啊，节约都节约到的，我最近也不会说嘛，啊，其实那边不，刘丹现在谁不老？哎，大家，哎，就拉比罗，就收费拉过来，就那路啊。一户一把米堆积的力量无可限量，志工跟着村长一村一村再送存米桶。目前已经有20个村庄1121户参与，预计可以帮助224户的贫困家庭。而这个数字，大家有信心还会再增加。大爱新闻太左左缅甸报道。一人一。